慢慢靠近，却又不说秘密。原来我早已弄懂这故事的结局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而似远似近距离，难道离题？发现原来已迷失的你，你无法承认的他，逐渐清晰。把我当作你的天使，就这样紧紧地守着你。在轻声说，不想一个人。渴望拥抱可以不需要理由，明明靠近却又无言无语。爱情是要持续进化才不会失去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那似远似近距离不说明。如果你还想谁？